师傅将王船做最后的装饰。麦寮乡每五年举办一次的王船祭是地方重要的宗教盛事。今年的祭典由中山镇安宫、三圣福安宫以及许厝寮福兴宫三宫庙联合举办。王船经过三个月的打造，正式完成，将在国历十月七号到九号举行乡内的绕境活动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我们这吼祖国，我们祖先的都留落来这个诶活动吼，拢五年一度的王船祭。咱较早是即个王船祭是讲哦，伊是温吼个温神的，然后个十二温神啦吼，啊都祖先都留落，啊阵代代拢接即个工课吼，啊都甲办落，啊五年一度。今年咱个疫情作严重，阮就用百人造帆船来治疫情吼，啊即个王船甲办落好，看这疫情个环境有过袂安尼。今年的王船长度有12公尺，高度和宽度是3.7公尺。关心地方文化发展的台塑企业也来赞助200万的经费，帮助地方完成这相当壮观的王船。咱台塑企业做咱一个好厝边吼，啊，王船是咱目前咱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迄个信用。啊，进前拢五年一届嘛，啊，进前的五年咱都一定有赞助，啊，这届那有一挂绕境的活动，加是乡公所编列促协金500万。另外，这后壁这只王船是台塑企业佫另外佫赞助200万。那希望讲这个绕境的活动啊，经过咱所有的庄内，让咱保佑咱庄内平平安安。啊，我未了唱歌嘛，但稳赚顺利。今年的王船绕境，在王爷的指示之下，将在国历十月七号正式启程，绕行乡内13村，希望能为乡内民众带来好气象，也将瘟疫和灾厄送走。伊咱未了乡吼，开这个记者会吼是。中山竹南宫吼开记者会王船祭吼，啊因为今仔日就是你讲当时来咱所有的吼，咱的王船要出去的时候是十月初七、初八、初九，伫咱庙内乡初三工，吼十三庄的所有宫庙拢有咧设着吼，吼希望咱即届五年后讲会当吼保庇了疫情的关系，啊提早来甲咱所有咱庙内乡的所有乡民农业。啊，是讲咱企业一只保护咱一切平安顺事啊！呢，吼啊，大家吼未来会当更加进步。期待透过绕境以及最后送王船的仪式，可以将所有灾厄透过王船送往大海，祈求乡民平安顺心、身体健康。记者林宏博采访报道。